他是来拍片的，好不好？拍下去是没有手嘛？有啦，他也是有剪的。他剪成两条片。嗯。这样等。要不要你？我把这个盖子掉掉。在那个冰箱打开。不错啊。哎，你下来干嘛？上去。上去，猫咪来了，你看。啊，比对一下，这是恰奇的，恰奇的，恰奇的。啊，这要哪只？这呢？用这呢？你不可以过去哦。这我唔捌过去。恰奇的。是几个零有打的？就打零吗？就要靠点。要打零。就要这边有一条硬零。就要硬零不要紧，那边也硬。啊，边也有哦。你用尖的不要紧，但如果煮汤它会。我没有，这种是用尖的啦。有可以煮汤。硬零煮汤那不要紧的，煮尿煮不一定熟。不会吃。啊，其他的无吗？又染的这个对也还好啊，算了，没弄就没弄。这个煮汤应该挺蛮鲜的。我刚本来也是要抛就想说，哎，怎么都没有什么，因为它太新鲜了。对啊，现在你们还吃那皮吗？不会，这个不会。就是你煎熟之后，它就把它煎起来就好了，跟那个木耳一样。哇，这感觉很像猪脚，是吧？这是猪脚。这是刺破吧？导演，刺破比较烫。导演，对呀、啊，你把控，你把控啊。做起来，转过来。哎，漂亮，上岸了。哎，夹在这里。掉下，放一条了。没有，这条。
慢波鱼的长度，慢波鱼的长度。又很熟了，哇哩嘞！陈陈啊，他的那个湿的。哎呀，我洗几次也在抢啊。热风呢？没有，那是刚刚那个还没洗。哦，没有没有，我一起抓。什么鱼的塘？黄河。好。
慢播了。慢播。听说渔网有点破掉，我们要去修补。今天早上天气超好，超舒服。凌晨很冷，但是现在蛮舒服，太阳出来就很舒服。